蔷薇，你有没有选好上哪所大学？我是真的很讨厌中医这个职业。清源堂谁来继承啊？与其绑着他，倒不如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。大夫，你帮帮忙，快跟我到诊疗室，快！顾大夫，顾家世世代代的清源堂，您就忍心看着他到蔷薇这一代就关门了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宴蔷薇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